我的钻石是要分钻石五行大家替我加油。被砍掉了啊！等下你把那个你那天要吃的早餐，那是那个中式早餐店。看看你要吃什么早餐。先打包半斤酒，我们先拿分支下，那天你帮我们来买。啊，本丸。永和豆浆。永和豆浆啊，然后大饼、油条、肉包、馒头。不要跟我讲，打在群组。你跟我讲，我也记不起来。啊，我们会把它弄成笔记本，因为我们那天会从上面下来。啊，我们会在那边买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上高速路。老板，又那么小又饿。你们我要走下面比较看，走路比较好。你到凤鸣家。我们家。再上去，再上去，上去。快到黎明了。卡内湾，卡内湾的。阿东，我不会走那边，我走上面。我走路比较慢，上次去过走上面比较慢，走路比较慢。我家今天买早餐了。啊，那个我问过那个中国信托停车，多的那一天直接给现金。两百直接两个直接。我现在没有在约。他现在没有在约。对啊，现在没有在约。啊，我问他说，那银行价能不能直接给？他说，哦，看他怎么操作。今天不上架吗？什么？套账？套账为什么不用扣？因为套账很好处理，套账嘛。有下晡在另一边说，从我视角另一边视角。那一双黄金的，是啊，有一点啊，有一点。你有听过我的警察吗？我听过，都给拿出来了吗？给警察的那个，我给办一次，给办一次，我只开过了五十万，我只开过了负三十万，然后这个资金就拿去挂店，还是不把他的，他就是打一下，然后我已经把他的，还是有这个财产，一个几亿啊，没有啊。好、哦，要不然我也去做。我这样子要有点。第一名完成了。行呀。你弄完就可以了。弄完就填空了，是吧？你收银直接你再约。那边。啊，你现在我每一年要上班，他也是都是上班。你要买什么？好，没有了。不用去了，他们机会几年嘛，我这两天买的，也没有提出任何，结果不动那一点，说定九九吗？说定九，说定九啊，有人跟我去办说定广州啊，啊说定没人在家，说定你出去办。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
前几天，因为我来他这边三天了，前两天他来三天，我二九嘛，二九三十，三一嘛，对对对，就是第一个。其实是他也要怕其他的粉丝，我不要接，我不要，因为我已经跟你讲过嘛，就是他的客人里面，我们要晋级哦，令子完成。